不是我自己一个，是我跟我的教练一起惨白的，因为他是一个很热血的教练，他每天都逼我去健身，有时候我就是我工作十几个小时，然后他都会说他有时间啊，我要去跟他练习。其实刚开始是没有特别的原因的，就是就算想有一点点的改变的，但是慢慢就觉得这个是就变成是一个习惯，然后就是开始去想啊，如果我改变了，可能有机会会拍一些之前没有拍过的电影，所以我就想试试看。首先要改变我的腿的问题了。希望可以我的腿会变成一个男人应该有的腿了。对啊，因为我的腿是先天是一个很幼的腿，有时候跟女生去比拼的话，我不一定会输的，我有时候还会赢的，但是真的是比较尴尬的，因为我开始就是现在我的上半身开始大了，然后我的腿还是那么幼，然后我的比例很怪，所以我就希望可以我的腿都会进步多一点。